迎收看108年3月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韩市长上任后首度大幅度调动基层21区的区长，市府表示配合市长大步向前施政方向，并为解决问题的团队出发，落实打造高雄全台首富的目标。韩市长3月底有一趟大陆行，引起行政院和陆委会的关切。韩市长表示，此行主要是行销高雄的农渔产品和观光旅游，他也会谨守分际，希望在商业订单上有所突破。高雄市劳工局博爱职训中心第32期职训班正式开训了，共有3大职类、9种班别，共招收140多位学员，希望身心障碍的学员能够取得一技之长，顺利进入职场。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2个多月来，首次大幅度的调动基层21区的区长。对于这次的区长人事调动案，市府强调没有政治考量，主要是配合韩市长大步向前的施政方向，适才适所进行轮调。市长韩国瑜主持市政会议，同时发布基层人事异动。38个行政区当中有21个区长异动，包括古山区、旗山区、大寮区、凤山区、桥头区、燕巢区、林园区、鹿竹区、鸟松区、旗津区、仁武区、美浓区、左营区、南子区、茄定区、湖内区、甲仙区、前进区、弥陀区、紫关区、三明区，其中左营区、茄定区和紫关区为新任女区长。我们这一次应该有21个区长的调整，那我们这次的特色主要是我们拔擢了几位女性首长，因为女力的时代来临，我们希望让基层女性能够有更卓越的工作表现，所以有3个区长是女性。另外还有6个区的户政事务所主任为新调任，包括仁武区、旗山区、三明区、林园区、南子区、林雅区，以及其他相关人事异动，都展现韩市府新人新气象的全新局面。其实还好啦，我们配合整个新气象、新市府的脚步，我们希望给市民一个新的期待。那其实所有调整的区长都是原来我们旧的区长，还有一些旧的公务人员，那我们只是在适当的一个幅度，还有依照他的能力做适当的调整，跟给他一些历练的一个培养。韩市长上任之后，上到副市长，下到局处首长，再到基层的区长、科长等职缺，都一一到位，整装出发，为高雄拼经济赚大钱而努力。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韩市长上任以来，在市府召开了第一次的两岸小组工作会议，并且在会议中正式介绍两岸小组的委员名单，更宣布将在3月下旬率团出访香港、澳门、深圳以及厦门，希望中央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协助，让高雄能够迈开大步拼经济。高雄市政府4号下午召开韩国瑜市长上任以来第一次两岸小组会议。韩市长抵达会场后，频频跟两岸小组成员握手致意，包括学者专家、民间企业、台商协会会长及农渔会理事长等人都纳入小组成员当中。那高雄，我们也希望在南台湾能够扮演这个区域领头羊这样的一个角色。今天这个会议呢，除了我们市府的两岸小组成员之外，这位在座的议员、贵宾，还有我们所有的两岸小组所有的委员跟顾问。相信这样的一个公开透明的会议，可以集思广益，让我们一起来在未来南台湾的两岸经贸互动上有任何的策略性的构想。韩市长希望高雄能就两岸事务在南台湾扮演区域领头羊的角色，并为高雄低迷的经济找出更多活路。会中他也宣布将在月底率团出访港澳及中国大陆南部城市，为农渔业拼更多的订单。我们预计3月底大概有7天的时间左右到香港、澳门、深圳、厦门，目前行程已经开始差不多都定案。顺序是这样子吗？哎，对，是的。那随行会有谁要卖什么？我们最关键还是要农会、渔会要签订一些订单，那这个都已经请农会、渔会的两位大家长、理事长来陪着我们一起去。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秉持着货卖得出去为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使得一些更多的观光客进到高雄来，不管是团体型还是自由型。第三就是互相之间的意见的交换，特别我最重视就是青年人的交往。我想青年人之间孵化器也好啊，经验也好啊，教育
文化交流，让青年人能够增加一些交往，我想我个人也是非常重视。韩市长表示，地方首长职责就是改善民生经济问题，对于有议员会中建议，成果可以前往议会报告说明，他也相当赞同。徐议长、徐坤议长也交代，等于也交代了高雄市政府两岸小组，未来希望每半年都能够到议会去报告一下高雄市政府跟两岸交流的状态，我也欣然接受。所以这没有什么这个闭门造车啊，或者黑箱作业都没有的，我们也不会这样做。韩市长表示，前往中国大陆行程将会遵照中央现行法令，请陆委会放心，并协助高雄迈开步伐走出去，一起成就更好的高雄。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公布，他在三月底呢会有一趟大陆行，是引起了行政院还有陆委会的关切。对此，韩市长表示，此行只是拜访大陆几个南方的城市，行销高雄的农渔产品，还有观光旅游。他会谨守分际，只谈经济，希望能够在商业订单上有所突破。继新马行之后，韩市长将在三月底出访大陆的几个南方城市，包括香港、澳门、深圳和厦门等城市，主要是行销高雄的农渔产品和观光旅游。我们会有相关的观光局啊，然后产业发展这个经济发展局啊、农业局啊，这些相关单位都会过去。台商会长会不会跟您一起去呢？台商会长应该会在当地做一些接待的动作。由于这次出访的是大陆城市，触动行政院和陆委会的敏感神经，希望韩市长不要被大陆的政治框架给框住了。韩市长则回应表示，不会带着扫把出访惹事。我们去拜访完全是为了帮农渔产品找通路，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观光客来高雄观光旅游。而且韩国瑜当团长，绝对不会带着一根扫帚去中国大陆南方，好吧？韩市长强调，他上任后一直在拼经济，不想谈政治。这次出访大陆，他会谨守分际，并且希望在商业订单上有所突破。请放心，在中央完全不用担心了，我们一定会谨守分际跟法定的规范，而且我们就定位的非常清楚，100%的经济，所以只有拜访南方的城市，而且我们也有信心，一定在商业上一定会有一点点突破的，我们有信心。在政府的努力之下，农渔产品的外销订单陆续增加。这一次韩市长出访大陆，希望开拓更多订单，以及开发医疗观光等游程，实现货出去人进来。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促进身心障碍者就业，高雄市劳工局博爱职业训练中心第32期职训班正式开训了。这一次开办包括有电脑资讯、创意设计和清洁洗车三大职类9种班别，共招收了140多位的学员，希望让学员能够取得一技之长，顺利进入职场。职训好实力，翻转竞争力，满载学员的梦想展翅高飞。开训典礼在博爱职业训练中心举行，142位获得甄审通过，成为训练班的新学员，在家长的陪伴下完成报到，并且即将接受各课程的专业训练学习，让学员充满期待。因为不会使用网络，所以想要来那个学习，希望能够在网络上能够运用自如，然后能够跟外沟通。也有不少学员是在家长的陪同下第一次到新环境学习，虽然他们不善于表达，却可以感受到家长对孩子充满希望的未来。希望伊较认真嘿啊，较骨力嘞啊，啊学一个技术啊，嘿啊，安尼先带他来几次，给他熟悉一下，那个认识一下环境嘿，啊下次就他自己来了。值得一提的是，博训中心开办职业训练课程以来，都是搭配导师兼个案管理师和训练师的双师辅导制度，陪伴身心障碍学员学习。长期以来，获得学员90%以上的满意度，就业率更高达60%以上，成效卓著。身心障碍朋友可能在肢体上或是在相关的一些生活上面可能有比较弱势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他们的潜能是可以被激发的，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的博训中心在这个方面会透过接下来4到9个月的一个课程给他们做相关的训练辅导，希望他们的
技能或者是他们的工作态度都能够有所提升，通通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技能检定、丙级的技能检定哦。那比较努力的同学，可以一个人可以拿到十张证照哦。那包含街头艺人、国家技能检定丙级，还有 TQC 电脑的测试等等。欢迎我们高雄市或者是邻近县市的身心障碍朋友们，只要你有拿到身心障碍的手册，通通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职业训练。这次训练中心以群组概念规划，包括电脑资讯、创意设计和清洁洗车三大职类，共九种训练班，吸引300多人报名，班班爆满。顺利进入职训班的学员，也在开训的第一天写下新希望，并且投入猪猪铺满里面，希望结训之后能够顺利进入职场，并且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受到久旱又逢暖冬的影响，高雄荔枝产地开花率普遍不佳。市府农业局已经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确认农损状况。除了向中央争取专案农损补助，也接洽高雄农改场给予农民技术指导，希望将损害降到最低。高雄的荔枝产量是全国第一，但今年暖冬创下72年没有寒流的记录，再加上去年10月到现在几乎没有下什么雨，造成荔枝开花结果的状况不佳。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个温度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的一个低温的话，那花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做相关的一个开花。那缺水的话也有相关的一个因素，它会造成结果啊，或者是花太早的会去做干掉，而没有办法去做结果。经过市府农业局会同高雄农业改良场的现勘后，已经争取中央办理现金救助和地利贷款，以减轻农友损失，并且协助恢复生产。补助金额的话，依照它不同的品种，由黑叶荔枝到我们玉荷包荔枝，那补助1公顷6万到9万那个不等哈。市府农业局呼吁农民在3月13号之前向区公所登记，假日也照常受理，经过现勘受损率达到20%就能符合救助标准。到我们的一个区公所来办理先生救助的一个登记，那区公所还会去做勘查，那如果受损率的话有达到20%的话，就可以获得现金救助以及地利的一个贷款。至于青梅的部分，也受到暖冬干旱的影响，结果状况并不佳，市府农业局也将进行会勘，如果确定达到救助标准后，就会予以公告。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有一名路跑健将原本一如往常的在操场上运动，不料胸口突然一阵闷痛，人就倒地不起了。幸好第一时间被附近运动的义消发现，赶快抢救，还有校护也使用 AED， 再由消防队救护车接手，火速将人送到医院，掌握了黄金救援期，也抢回了一条宝贵的性命。戴着黑色棒球帽，拿着准备好的感谢词，杨先生一一感谢把他从鬼门关救回的义消、校护、消防员和医护团队。因为要不是他们无缝接轨去做 CPR 抢救，他可能再也无法和心爱的家人团聚。跑个2000以后，胸口稍微有一点闷，然后要去那个化妆室，经过篮球场，然后我就都昏迷了。心肌梗塞来得毫无预警，尽管杨先生一直都有运动习惯，而且还是路跑好手，不料半个月前在经常运动的冈山农工突然感到胸口闷痛，一声倒地，好在被同一时间运动的义消发现，紧急抢救。第一时间我评估他有没有心跳跟呼吸的时候，他没有的话，就马上立刻要做那个 CPR。那个时候就是义不容辞，就是说那种心情就是很想要把它救起来。除了义消在关键时刻发现抢救，后续冈山农工校护也配合使用 AED， 消防救护车随即赶到后进行呼吸道协助给氧，每个过程缺一不可。就是他们平常有一些训练一些 CPR 或是 AED 的那个救护，就是他们有训练过，他们才真的敢去按。送医急救达到医生啊，就说他好像有好转的情况，就是要请杨先生的父亲转院签署就签名嘛，对，直到那个时候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我耳边才听到就是呼吸声，对，然后一转头回去啊，大家相拥而泣，可以这样子说。
郭廷佑消防员回想起抢救过程依旧历历在目，因为急性心肌梗塞能如此成功抢救回来的几乎是少之又少。那见到杨先生是有流泪了，对，因为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我也借此做一个记录，希望之后假如说遇到类似的案件，希望能跟所有民众或是所有的学长啊、大哥大姐都能够做一个宣导的案例这样子。冈山秀场医院贴心准备蛋糕，和所有参与抢救人员分享生命重生的喜悦。杨先生许下大家身体健康的愿望，也希望传播自己成功案例，让更多人懂得把握紧急救援的黄金时间。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帮助高雄市的单身男女寻找好姻缘，市府要扮演起红娘的角色。民政局从三月起呢，在爱河畔推出了6场单身联谊活动，每场联谊活动的场域不但布置得相当浪漫，还安排了充满巧思的游戏内容，希望自然而然地搭起双方友谊的桥梁。青年男女在爱河畔玩起配对游戏，并在主持人白冰冰的推波助澜下，渐渐卸下心防，透露出自己的兴趣喜好。我喜欢看美剧啊，看美剧追剧吗？美剧是美国的剧还是什么？配合韩市长政策白皮书，特色观光玩转高雄，也鼓励适婚男女有更多认识异性交流的机会。民政局以爱情产业链为主轴，聚焦行销爱河空间场域，并结合爱河周边旅游特色景点，共办理6场单身联谊活动，邀请港都适婚男女报名参加。我们在3月23日起到6月有分别6场的单身联谊活动，特别有3场在我们爱河，配合整个浪漫然后充满爱情的河流，这么浪漫罗曼蒂克的一个氛围来做单身联谊。那另外有1场在博尔，1场在我们西子湾，1场方便北高雄在我们茄萣的情人码头。不止活动场地精挑细选，每个场次也运用巧思设计不同创意与特色亮点内容的活动，搭配民众感兴趣的主题，就是要让青年男女自然搭起友谊桥梁。我们欢迎所有在高雄工作的未婚的男女朋友，或者我们的市民，或者涉及在我们高雄市的我们的市民，都可以踊跃来参加。因为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工作大家可能都忙碌，有时候会错失了交朋友的一个 timing。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活动办理，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透过这样的联谊活动，能够来找寻到最好的另一半。拿出手机扫描 QR Code 或上到高雄市民政局官网，轻轻松松就能下载单身活动报名表。欢迎适婚男女勇敢报名，不但有机会抽中大奖，还有可能在爱的城市找到幸福的另一半。港都新闻李嘉龙、罗少君采访报道。关心弱势偏乡生活，民间团体出钱出力做公益。国际狮子会300一兔区结合了慈善单位，捐赠高雄食物银行1台物资冷冻车，希望汇集各界的爱心物资和生鲜食品，能够以最安全保鲜的方式运送到偏乡，将社会的温暖的爱送到弱势族群的手中。幸福分享中心高雄市食物银行手揭开车辆的红幕，打开车门，一箱箱的蔬菜、干粮等民生物品，都是计划要送往偏乡地区的爱心物资。而这一台冷冻车，正是国际狮子会300一兔区捐赠给高雄食物银行的物资冷冻车。食物银行很多人爱心捐献，可是送的地方比较远，所以到的时候都不新鲜了啊、哦。那我们就有鉴于这样，就是说我们就大家共出爱心，大家来出钱出力。就捐赠了这一台3吨5吨的冷冻冷藏车，因为造价也是142万7千。啊，就是借由这一次的善举，能够抛砖引玉。副市长洪东伟出席捐赠仪式时表示，这辆充满爱的物资冷冻车落实在地关怀的目的，让服务输送更为及时便利，并结合民间慈善团体的爱心，不仅能进入偏乡服务更多市民，还能运送以往不易保存的生鲜食品。它今天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是第一台捐赠给我们高雄市政府。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发这
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包括像在内门、在永安、在六龟，其实在这个还有旗山地区，他们都是相当需要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物资配送的部分。碍于偏乡的地方，如果生鲜食品送到那边，如果没有冷冻车的话，是没有办法去配送的。所以在有这部冷冻车以后，比较偏乡的东区，我们如果收到一些新鲜的物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立即的送到给家户们。这辆物资冷冻车未来将深入偏乡服务据点，提供经济弱势的民众更妥善的服务照顾，也期盼透过这项善举抛砖引玉，让更多企业和团体共同参与食物给付的推展，让每个社会角落都有温暖的关怀。港都新闻王思武、夏小欣采访报道。现在各地闹血荒，高雄邮局除了号召员工主动挽起衣袖来踊跃捐血之外呢，也规划了八处地点办理捐血活动。从即日起到3月8号，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捐出一袋热血，就能够获得邮局准备的精美礼品。呼吁大家一起响应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行动。挽起衣袖，高雄邮局局长邱洪恩率先打头阵，预计捐出500cc 的热血，希望带领邮局同仁一同响应这次的捐血活动。为了储备足够的医疗用血，高雄邮局规划八处捐血地点，预计募集3600袋的热血。在这里有捐血车来办理捐血以外，让民众也有机会来捐血。其他在大高雄地区，我们也有8个捐血中心跟我们配合。在3月4号到8号这一段期间，民众都可以踊跃来捐血，让你的血液呢更促进循环，也让这个社会呢获得更多的这个捐血呢来救人一命。加入捐血行列，不仅邮局同仁踊跃响应，民众也发挥爱心。邱局长感谢市民的热血，还特别送上邮局的精美礼品，希望这份爱的力量能多多传播出去。上班然后刚好经过，平时就有捐血的习惯，大概几个月会捐一次，每年都例行的啊。然后捐了以后觉得还蛮快乐的，就心情好。就这么简单。为了鼓励民众捐血，邮局不止准备精美礼品，还有超商商品卡，只要捐一袋血就能获得一份好礼。欢迎社会大众踊跃捐血，将温暖送进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港都新闻王思武、夏小欣采访报道。长期关心高雄在地讯息和公共话题的观众朋友，庆联港都有线电视自即日起，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6点的港都新闻，以及每周二晚间9点的高雄现场节目，将提供线上直播服务。观众朋友可以搜寻港都庆联 YouTube 的官方频道，透过网络及时掌握来关心。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阴时多云，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21到29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是18到28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是17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阴，有下短暂阵雨的机会，气温是10到31度。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黄兰君，我们下次再会。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个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那是力量，嘛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立礼仪，立廉耻。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为了本土建设安心的水果，也对亚开土地的友善，总有其还在我一天的坚持。虽然失败几多摆，我一定会用客家硬强的精神坚持行一条路。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我们种菜就是跟做人一样，要实实在在，不用喷农药，用心来照顾，让大家吃得安心，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看见在地人。